好，下午的2:02，今天2019年的12月1号，星期天啊，12月份呢刚刚开始，最后一个月。那么社长呢，今天吃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自助餐，花了不到1100啊。善待自己，不要虐待自己。人的生活吃好一点，衣服穿好一点，居住环境好一点，尤其残障人士要找人照顾好一点。看到没有，对面就是残工医院啊，这栋大楼啊，就是 A8 站，也就是那个应该是吴宝田起的。因为为什么是吴宝田起的，因为这个是那个机场饭店，捷运 A8 站机场饭店，应该是那个吴宝田起的啊。那么这是捷运站，这边是往桃园方向，这边是往台北方向啊。那么社长呢，现在要回家啦。刚刚那边是往那个台北的方向，这边是往台北，那边是往桃园。社长现在要回家啦，因为呢也快没电了，看看没有，快没电了，还是两个电池，昨天他没给我充好电，真的很气死人呐、啊！照护员真的很气死人，你气有什么用呢？层次低嘛 ，class 低嘛，知识水准低，文化水准低嘛，你能怪谁呢？只有自己多赚点钱，对不对？自己我一个月吃饭费都花了那么多钱，我可以请3个看护了。啊，好，这是今天呢，台北美食社长午餐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省这个钱呢？因为有了多余的钱，我的生活品质会更好。啊，好，那准备回家，在等捷运。